这个组合还要能够撑得够久，更是不容易。那在今年的组合当中，比如说 Gentlemen， 你觉得他们能够维持多久？在哪里 ？Gentlemen 呢？好了，不要吵。OK，Gentlemen 呢？他们是由一群海选选手组成的团体，对，所以每个人都非常会唱歌。是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什么？每个人都想要出个人专辑。这言之有理。那慢慢说你怎么看呢？慢慢说，我知道两年前他们好像是情侣，现在还是不是我是不知道了。可是你知道情侣 ，you know，I know，like FIR，you know。Yeah. 可是这些演唱组合当中也有常青组啊，比如说新宝岛康乐队，怎么说呢？新宝岛康乐队简单来讲就是一群长者。他们这个组合能够撑多久，就要看他们有多用心的养生。也是这样说没错啦。也是非常恭喜所有的那个入围的组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最佳演唱组合。演唱组合奖得奖者是慢慢说乐团。创作曲风多元，音乐性精彩，顺畅度高，风格明确，脱口和创作双人组的默契极佳，现场演出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。其实在这边真的很紧张，那我们有准备一些东西，对，请讲。对，就其实真的很意外，我们可以从这么多优秀的入围者当中获得这个奖项。是，首先我们要感谢金曲奖的评审给予我们的肯定，谢谢。然后也要谢谢我们的经纪公司亚慕斯娱乐 Amuse， 因为他们很勇敢替我们发了 Murmur Show 这张专辑。是的。然后谢谢我们的制作人陈建奇老师。也要谢谢葛大为老师，他在这张专辑当中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，真的很谢谢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还要谢谢整个制作、宣传、造型参与过这张专辑的所有老师们，谢谢你们，都很辛苦，感谢你们。然后我们也要谢谢我们的家人，如果没有我们的家人那么包容我们的任性，让我们如此的玩音乐的话，我们今天站不在这边。然后也要谢谢一路支持我们的歌迷朋友，希望慢慢说能够成为你们心中的骄傲。还有最后的最后，我想要感谢我的伙伴，谢谢你，就算我们大吵一架也会把歌写出来，谢谢。还有最后一个人要感谢鲶鱼哥，谢谢他送我们红内裤带来的好运，谢谢。我刚才问了一下，他们说他们还没分手，恭喜你们。